我已经到公司啊，就是我拄啊就任，员工啊讲唔捌我，我才方便观察所有的人。免啦，免派人来啦，我伫公司哪有啥物问题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袂伤忝，请呢。听讲今仔日有新的执行长来上班呢。是啊，人事部那边吼有传相片过来，要我们好好招待他。你看，哇，世界这么大呢。是啊。组长，台北的人敢来啊？我搁要赶来陪伊。落去搭车，你搁等一下。好。你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啊？是我无爽快。啊，我就是台北的人啊，你外头啊。李文涛，执行长，冰上一杯。是，你提一条新的保全制服给我。是。执行长，我是代班。第真正代班的人来进行，我就是保全。是。时间啊！你讲不是故意就无代志是无哈？歹势啊，歹势！歹势，有啥物代志啊？李志哦，外送员实在真无水准，搞我太太嫂啊，用个垃圾去啊！啊，回家现在都无代志是无？你敢这样问人，像不像人？歹势啊！你是天神集团董事长呢？我是总经理呢，是啊，我是天星集团的董事长，我这次上市，你这个外送员怪够有薪水呢。歹势啊，歹势！你安尼搞我不垃圾，我看你就算我来，你的邮件袂当嘛，袂袂起啊。歹势啊！今麦衫已经垃圾去啊，伊要哪处理？你的衫是伫阮公司用垃圾的，阮公司会负责处理，会把这个白条污渍洗甲清清气气。你先去送物件。多谢，多谢。列印表跟面纸就我这里。哎，你什么东西？你去冲哪里？
咦，啊，我真正清气呢。物资我已经处理清气啊，但是你啊，我感觉无满意，你会当打电话来阮公司，我会派人去收衫，归宿洗好了，再甲你送到转去。唔免啊，处理好就好。刘小姐啊，我要找你公司的 Tony 啊，对了，就是那个公司新上任的这 CEO。请问你跟我预约？我是无预约啊，啊，不过你会当卡分期合一，啊，公公是天星集团的董事长甲总经理来个拜访。歹势啦，咱无预约就我都跟咱的执行长见面呢。啊，无啊，你会当直接甲伊的秘书联络啊，这可爱我搞。哦，恁这柜台服务哪会这么歹啊？拢唔知爱变通气了。歹势啦，无预约就无法度见面。今嘛，阿哥有啥物款方式会当通知伊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甲你公司等等的是实习哦。等等已经离开安尼。哦，恁这柜台哪会这么憨笨啊？哎，恁安尼真正袂用的呢。这是公司的规定，歹势啦。刷刷去啊啦！我看吼，甲恁这小职员讲也无路用啊。啊，不过等我联络着 Tony， 我一定来甲伊讲讲吼，伊的员工素质真正无够。来来坐。这是素质怎办？林伯啊，用到我的家，你们上来啊。拄只，真正就拄啊好呢。我用你进前替我处理衫的方式来清理衫，真正把污渍拢洗个清清气气。对啦，暗时我想要啉苦瓜鸡汤。我有代志，是安尼。两位贵宾，感冒有什么代志？我是天星集团的总经理，伊当处长。本来这哦是要跟你公司的这执行长见面啦。啊，你这保全，我会当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哦。我淡薄钱啦。来。这是我的买钱，你若看到你公司的这执行长哦，就打电话，哇，这钱是给你好淡薄好处啦。你若是打电话，会给你更多好处啊。哦，我若有看到阮执行长，我一定马上通知你。好啊，咱来走。哎，你若真正给阮去两托呢，一定给你更多好处。来来来来来，水母啊，我来饮一杯，我敬酒一下。当头白就伫咧办公室饮酒，你是希望所有员工拢对你安尼哦？是安怎啊？你会跟我生气啊？还是对伊无欢喜啊？我今日才开2000块，会当换电话，几廿亿的大生意诶！安尼算是等一谈咧。家仔吼，我有欠吼。你都这样有把握啊？你敢熟悉迄个保全？你敢真正都值得信任？莫到时吼，2000块袂使等伫个水底，连扑通一声拢无啊！啊无啊，不过是2000块尔。这种人吼，我看真多啦。啊，花淡薄仔钱哦，叫你拍来做工吼，吼，伊背你哦，嘛又个欢喜。你这下可莫伫遐狗眼看人低好无？
你俩总讲每一个人跟你同款哦。啊，今日是安怎？你以前嘛安尼讲啊，这下骹手人吼，给伊淡薄仔钱，啊，叫伊做啥就做啥。是啦是啦，用钱就会当解决啦。啊，假使讲伊感觉2000无够，佫要甲你讨2万，是20万嘞。哦，我会去看好无。假使讲哦，伊真正遮尔啊小摊，安尼真简单啦、啊。谢谢，不联络。再讲啊，这波转，啊，毋是甲以前个尔。我的嘴家讲想要食好米。你讲话跟我说安尼借口倒下。哎、欸，你是咧假好心还是起神经啊？啊，你平常时哦，比我讲话讲啊歹听10倍呢。哦，我知呀，你一定是哦咧包装咧傻掉，所以哦你这样唔敢。你卖听我白讲好无？我是恁某呢。哦，我知呀，你一定是哦咧包装咧傻掉，所以哦你这样唔敢。你卖听我白讲好无？我是恁某呢。哦，你安尼开这款双桥，啊，刚刚你就希望你戴绿帽是嘛？无啊，我只是讲双桥尔，我当然知影你无可能啊。啊，不过你这日激动是要创啥啊？我因为哦，惊让你误会，我当然激动啊。夸张啥？我对你是足失重的哦，跟你结婚以后，我除了你，我是完全无甲任何一个查甫人咧偷来暗去过过甜啊！啊，顶多是你，搁甲别个查甫人开房间。哎，哪会叫可能过来这个代志啦？我是互人行的好不？敢不你看袂出来哦？别人就是哦要利用这个代志哦，伫咧记者会啊，啊咧大做文章呢。我唔是啦，啊，你上好就今仔日个代志哦交代好清楚啊。那是要交代啥啦？我讲恁属实啊。证据啊！你不是讲你互人陷害，哪安尼证据都摕出来啊？啊，今仔日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，本来是哦，心情好好啊，想讲哦，会当庆祝一下，你却看到到这个代志来。嗯，是啥物心情好？我唔知敢会当找到托呢？要背伊一撇都袂写，是要庆祝啥？小可代志咯，反应遮尔大，无怪无法度做大代志啊。嘿。你莫咧卡袂着，甲无聊好无？我较早还要事业嘛，做真大啊，迄是因为互你拖累着好无？互我拖累？柯中士，你即摆是怪我是嘛？好啊，那你走啊，你走啊！啊，你离开，你莫黏黏我身躯，你离开联信集团啦！不是我唔这意思好无？柯中士，我都叫你走啊！走啊！用劲走！我走，你就卖回。哎呦，安琪，你妈呢？好不？哎呀，你我这红是要创啥？你安尼哦，我的心。真正是低高兴，搁压起来呢。这一个无注意到，就随去找昏迷。柯中信，你真正是陪咧上诶。啊，总经理，这是办公室。啊，来来去去，人遮尼济，若是互人看到，我是去是昏头咯，是真正无要紧。啊，不过我惊拖累着你诶名声，若是害你搁上一届新闻，我诶心内感觉就袂得过。哎呦，什么好家伙，无把人。哎呦，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是吼顶届记者会内面影片吼，影到你对我的感受啦。还是你嘛认为讲我的性向是有问题啊？哦，难道我真正是吼要跳在淡水河嘛洗袂清啊？总经理，你讲这么侪话是不是吹打？我替你倒水啊。好好好。赵淑玉用真正有够恶质的呢，伊竟然讲要让阮的作品乌白白，害阮阮哦气甲未食未困呢，真正够气死人呢。是啊，迄关关哦，若是叫抄家安尼消散一公斤吼，我就留张淑英的肉一公斤吼来保护关关。哦，袂用的啦，迄关关规身躯顶顶下下拢是靠我的完美作品，哪会让张淑英有念去？无唔对，
像迄款哦，安尼入厂，安尼丝仔鞋过重新制作出来迄种哦，变形金刚芭比吼，佫安怎水？甲阮某安尼吼，迄种的原厂保证吼，啊纯天然哦，真材实爱，是变哪比的？你即马意思是，张淑英的变形芭比真水哦？好，你莫甲我讲话重点，甲转一边，迄毋是我的意思，我是想要表达的。哎，水宝姐，来来。真有够好胆呢！竟然敢伫个办公室对别个查某咧敲来手来，先点点啦吼，咱安尼偷偷啊看，有好戏通演啦吼。不不，我去去去去，这是罢工哎！哎，你都罢工啦！哎，听听听听。听，我咧即马赶紧来换药啊，好不？紧者紧者紧者！啊，歹势歹势啦，我唔是故意的。哦，啊，来来来，紧紧。啊！等下等下，你这是什么药啊？哪只疼？我啊，歹势啦，我袂记起啦。我遐进前爱先消毒，所以应该爱用酒精才对啦。好好好，酒精紧嘞，消毒者。安怎？无高兴？我去分一挂。不不不，哪只这个只骨瓜疼啦！啊！你敢会用诶？啊！我教我教我教！我规个人都怀疑。我看你空嘴哦，有淡薄仔深呢，我像像是纸刮着诶。腮帮赶紧包起来，啊！若无像可能，我着最后一个有小小发炎。你知影？发炎是严重的变蜂窝性组织炎，着整个像像只啊只猫呢，先注射同款，若是搁发炎中，着来截肢啊呢。这样着。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哦，我靠天！你快点来哦，我包上你那包哦。拍谁哦？我给。啊，包较硬的，较袂凉气啦。哎呦！拍谁啦？包起有淡薄仔歹。无要紧。关阿伯，只要是你另外包的，我拢敢将我来演。阿姐，我讲真个啊，你会当咧搞好关心我，我实在是感觉足感动的。哦，你拢唔知影，你大姐吼，我甲你做伙，我即摆已经幸福。哦，就我是啊，我真正我心哦够苦的啦。尤其是吼，你大姐即摆是当处长吼，啊，卡袂着吼，对阿丽啊，去卡当主了，散我去配合啊，赛性地啦。吼，我只好来你家吼，我只会当找着吼，这淡薄仔温暖，靠我淡薄仔这查甫人尊严。安琪，你敢会当把你的手借给我？好，我会当淡薄仔。过往落去的力量啊，庄经理。啊，当处长是恁某，就是阮姐呢，所以我袂当做对不起阮姐的代志。你若是要找温暖，你爱找的人应该是伊，毋是我。哎，毋是，你这么温柔，这么体贴，这么善解人意，而且你阁这么单纯，啊，你大姐哦吼，这恰查某，哪能甲你比啦？小李哥，大总长，调解水好无啦？人是星座的荷尔蒙啊，你是星座一条虫啊！这鬼魂间无给你顾着的，你怎弄去白糟蹋温柔乡？起码是总监做块真无欢喜，想要改头做时间管理大师是嘛？佮小熊想要食些药去的，你要信无？我都随带你去做化学叙事。你怎弄去白糟蹋温柔乡？起码是总监做块真无欢喜，想要改头做时间管理大师是嘛？佮小熊想要食些药去的，你要信无？我都随带你去做化学叙事。哎，
你有看到无？我和你用个小箱诶，我来遮想过问看卖啦，安琪，遮敢有这医药箱会当甲我斗相共一个好无？啊，而且这是办公室诶，我会当做啥？你卖俩双讲，我无伫咧现场，我都唔知你这小弟哥是咧创啥。嗯，你伫遮所做诶，还佫有你所讲诶，我是看甲清清楚楚。看到无？这就是我掠你你只弟哥的武器啊！办公室什么时阵有监视器啊？我哪会拢唔知？董事长，我就做，我这种经理绝对无做啥物袂记讲的代志。好佳哉，你无做，啊，若无你绝对互我管离开天神。你这人哪安尼啊？啊，为着要甲我掠到吼，竟然伫办公室面装监视器？因为我就是上知影，像恁这款查甫人哦，上爱食窝边草啊。利用上班时间想要吃粉饼是嘛？我给你吃土啊！哎呦，我想讲的小三变成功了哦，就当安心啦。啊，想不到一刚刚，搁还提哦，外口的小三来篡位，咋知哦？就一世人做小三了哦啊，那就要死个啊，搁还俩干瓜，你还辛苦嘞。哎，情况啦吼，就算讲无监视器吼，我眼神内底吼，绝对也无可能吼，塞位别个查某身上去啊，因为我的心肝内，敢若水某你一个人，安尼吼，别个查某伫我目睭内底吼，就敢若袂输电报条同款吼，一点仔吸引力都无，世上只有水某好，有水某的家乡才是宝。哎，我家呀。好门人阿婆，嘛看到安尼尔嘛。我准备老爹来听你们创啥。Hello， 恁两个来天星是要创啥？想我做你来？当然是来找贵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Lucas， 我的宝贝后生蔡冠军啊。哎，上台拄只看一出变味的掠狗大戏呢。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！吼，这收视率吼，绝对是安尼吼，你请客你也袂掉的。哎，你阿婆啊，莫伫只使人好不？礼拜六阵讲吼，蔡员工都互你扣薪，安那？敢若真了不起是无？哈，当然啦，搁再哪讲，员工是为我巴肚内底生出来的，上山想某某人啦，都算用心计较，抢到董事长位置，同款连一条卵也补袂出来。你给我点起！领导蔡官官是愈来愈不受教，哦，一届搁一届来甲我呛声。我即摆已经咧找搁较有名的设计师，等我找着吼，我就甲互恁蔡官官明天款款出去啊。真是的哦！哎呦，我好怕啊！对嘞，啊，堂堂一个董事长，安尼威胁安尼公司员工的家属，嘿，你敢袂看阮伤过有气啊嘞啊？你把手在头发啥？惊啦！我阿伯阿姨，你来啊、喔！歹势啦，互恁看笑话啊！我毋是着故意害董事长甲总经理冤家的啦。阮知啦，拄才伫外口，阮拢看得清清楚楚，是柯中成迄小弟哥一直甲你盯牢的，这不是鬼啊！他拢已经结两届婚啊，佫想要继续偷食，我怪张淑英家顾掉的。安琪啊，你着较细致咧呢。你拄着吼张淑英哦，柯中成伊对吼惊死人阿母吼，你着安尼吼，知影佫闪避安闪较远咧，唔通像阮关公安尼戆甲袂白上的安尼吼，个性佫刁滴吼，安尼吼安尼老实啦，啊伊安尼吼，逐工安尼甲日安尼甲气吼，安尼我做甲就要死。哇塞！阿伯阿姨，多谢恁，这么关心我。好在恁在，啊，若无拄啊，我着红又是做遐骂啊。啊，迄柯中成吼，若是想要甲你单独相处的时阵吼，会记得吼，你通知官军来甲我讲。我这个人吼，做人不半撇啦。啊，我上痛恨的就是迄款哦，看到安尼妖娇美丽的这水姑娘啊吼，纯情的美丽姑娘的时阵哦，都家己踮伫手啊伸出去，迄种的恶魔，我说我上气就是迄种的啦。阿伯多谢你啦，啊，不过我伫遮上班，我嘛是要想办法保护我家己啊，袂当总是要我靠别人。搁再讲，我嘛无会当随时跳出来甲我保护的护花使者。免啊会咧，像你安尼一日遮尔啊水的花蕊哦，啥物人看到，啥物人嘛爱。
笑问的哈，是啥？啥物人看到，啥物人爱？我当然是水某的你呀、啊，啥物人看到，啥物人嘛拢爱。吼、哦，在我眼前吼、哦，就你这尔大绿的牡丹花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视线吼完全拢给砸掉了呀，吼、哦，目睭内连一粒小小的花蕊吼，我都拢看袂到啊呢。你求生欲个不了强啊，啊，死得紧啊，啊。哎，是讲这家花哪有野花香啦？恁查甫人拢同款啦，食袂着上芳啦，啊！敢卖我亲像个张淑云同款，好好互你食一盖土，你才知影大母厉害。我唔敢啦，我是无来干哪货，全心全意吼，啊全力啊，全是关于阮水母的吼，这太上皇的一切，我头壳内吼连一点仔敢思想吼，安尼外口偷食的念头都拢唔敢。小川，朝蔡冠军的办公室前进，起步走。OK， 警告。你上好莫去伊梁安琪，伊甲你想的无同啊！我照想要问你，你是为什么偷偷装遐监视器啊？啊！我拢已经吼甲你二十七小时八做伙啊！啊！伫遐办公室内面哦，你阁无爱花一个吼为喘气的空间呐？你到底是要创啥啊？我就是想要监视你，敢袂用的？哎，我是你的翁的，唔是你，唔是你的犯人呢？当初王心莲就是因为伤过伤心，你才会互你放杀。啊，不过我甲伊是无共，我无可能啊，互你有机会通去诱拐白走啦，然后甲放死。你拢已经啊控管我的钱啊，即摆吼连我的人身自由你嘛要控制，你到底甲我当作啥？啊，是你身躯边的一只狗是吧？卡叔，你若是甘愿乖乖做狗，啊，我阁会当安尼好好甲你疼小姐。啊，不过上惊就是你安尼啦，一直咧低歌，啊，连狗拢做袂好势，哦，无怪我干哪会当甲你拔掉掉啊？张淑英，唔要想超过你啊！想过超过人是你。哎，即马天心集团的股价是安尼，一直拢无法度起起来。你无到三个上班，我就准拄煞，煞干那过一个明仔头来暗去啊！你俩算讲啥？我即马甲天心集团提来啊，啊，你就会当一世人食两饭是嘛？我甲你讲，连讲我若是看你无顺眼，我是袂顾念咱翁仔某的情分，我会甲你位总经理位置好好出去。秀英，你先入去，我等一下甲浩宇哥讲几句话就入去。好啊，丁先生，真欢喜甲你熟识，再见。浩宇哥，你为什么要开这么低调的车？开什么车不重要，会当到目的这是重点。泽凯，我本来想说你是来学习的，看起来你只是想要来交女朋友。我看你也是赶紧回去英国，准备接恁爸的事业。你真正是比阮爸佫较熬念呢。恁爸对我这么提拔，我有义务回报伊的温情。唉，讲啥物温情？刚讲你无把阮当作是一家人。标准讲是一家人，莫把温情刻伫心肝头。你是恁爸唯一的后生，你的责任真大，千万袂当让恁爸失望。好啦，我知。看我，我会传我的主持给你。你有闲就过来找我。林北这久无看到你啊，伊若是看到你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会煮真多你爱食的菜给你吃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开车较细者，我先去上班。
爱咧做囡仔，甲人有心，啊，都摕过囡仔，啊，早家去爱着伊，吼，啊，真正恋母情节呢。这查囡仔，真好照顾人，嘛真主动。啊，泽凯无虾米社会经验，无怪这样简单就互搞起。嗯，因大爷有前科啦，啊，因小弟都有问题啦。啊，呵呵看看这家伙，啊，搞拢无问题的人啊咧。伊小弟我是看过啦，无虾米头脑。啊，不过这个查囡仔哦，足复杂的，我足惊泽凯叫骗去的。你想的够共款啦，啊，不过伊最后即马还阁唔承认。伊甲泽凯正式咧交往，我着惊伊是咧放长线钓大鱼，咱要较注意。泽凯吼，甲你是无共款啦，伊安尼戆戆哦，会叫骗去啊。浩宇啊，一定要看头看尾，啊无安尼，你看头我甲看尾。唉，我看吼，顺便趁这机会，和泽凯来磨练一下嘛好啦，咱看出关系了，嗯。哎，啊你咧啥呢？我肯定甲整理一下。英雄，免啦，迄是天行集团董事长的衫，人就有钱的，无差个技术。喂，好，把电话转过来。啊啊，是，哎、欸，康总经理，哎、欸，你个叫我是总经理吼，你哪会拢无敲电话来啊？我唔是跟你讲过啦。考主讲你看到吼，你公司的这执行长一定要靠头来甲我讲，你莫吼，咱摕了钱无咧做代志呢。啊，无啦无，哎，柯总诶，哦，我拄仔吼才收到消息讲，阮执行长今仔下晡两点下礼拜公司开会，我打想要靠你尔呢。哦，安尼真好，好，我下晡两点时阵去过啦。阿杰哦，你若是会当啊，互我甲你公司的执行长见面哦，哼，我应该互你个好处啊。绝对是袂少的。啊，多谢考总，啊，多谢，多谢。主席长就是你啊！你，嗯，你看，这招有效吼，黑波转脑，我来替咱助理啊。咱今仔吼一定要当着 Tony， 甲 BOT 啊讲好势。无唔对，好啦，啊，即马时间差不多啊，要赶紧出门。免着急啦，反正哦，丁庆红会等咱啊，而且带咱甲托尼见面。丁庆红？是啥？啊，就迄个保全啊。啊？啊，伊身躯有名牌，你是无注意到？讲有。有啦，你哪会拢无看到啊？你目睭是拢在看啥？恁查甫人就是视觉动物，所以我都爱整好水水，安尼吼，让托尼注意到我，咱就有机会当讲话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等你，紧的啦。细细念细细念的，好啦。真正是哦，查甫人袂五十岁，恁细细念细细念。你行。伊敢会已经甲我认出来啊？煞超过伊假作无熟识，然后伫通爷面头前掀我的底。啊，不过我也无对不起伊的所在，是伊丁庆红对不起我。伊无栽掉给我好的生活，对，都是伊的唔对。我唔是阿英，我是张淑英。就算讲甲我认出来又安怎？无伊，我活了更加好。哎、欸，水宝啊！你在做啥？不是说要去等托尼，搁徛伫遐无去走是要怎啊？啊，我无走，当然有我的理由啊！我是想讲吼，等一下是要安怎说服托尼啊？哎呦，你放心嘛，以我律师的口才吼，爱说服别人吼，迄是真简单的代志哦。哦，是啊，口才遮尔好，啊，是安怎天改单单也无答应啊？无啊，迄是因为单单啊不识时务，啊，可能等一个机会伊无要阿遐，放心，以后绝对是后悔的。上好是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啊，咱来人的公司吼，一个客气，卖像顶间咧匹配着，人会感觉哦，咱就无礼貌的。那是袂着你好无？那不是因为哦，你的衫互人家垃圾去，我哪有说安尼？嘿嘛，爱看所在啊。要讲话，迄保全安尼甲咱斗三工，啊，等者爱给伊好处哦，爱会记个哦。我知，
以后伊就继续哦，甲咱通知，对无？哎，保全啊，刘郎处长、柯正英，您来啊！想袂到这么侪年过去，庆鸿也是这么缘投。假使伊穿西装，一定会比柯中心更加有气势。保全，多谢你诶！我同你吼，你公司经常来啊！来来来，这钱哦，你收落来。啊，后盖有啥物消息哦？尽量甲我通知，应该互你好处，绝对不少诶。啊一个总经理诶，才给人五百块，你都未敢跟上是呢？无啊，我全身讲刚五百块尔，我你给伊。啊，真麻烦你啊哈！啊，以后有代志爱甲阮通知者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歹势啦，顶摆来一波啊，阮执行长已经去后山。啊？你即摆是甲我通知是无？你明明跟我讲吼，这执行长下晡两点的时阵要来开会呢，啊，伊无好好开会，啊，去后山是不爽啊？我只是一个保全，公司的会议临时改时间，伊也无甲我通知啊。啊，伊想要去后山，伊去后山对？有哪只鸟敢会甲恁公司的保全讲你要去倒位？这哪有可能？我是当处长的，我想到要给保全知我去对啊。所以我嘛唔知影，阮执行长伊去后山倒位啊？那安尼，你总是会当甲阮讲讲，要安怎去后山吼？啊，无问题啦。你对这条路一直行，行到底，倒啊，搁行十分钟，你会看到一条通对山顶的小路。啊，多谢哈。好。伊是真正无搞我认出来，还是？水宝，行啊，今天要怎啊？哦，无啦，我就是想讲十分钟干那足久的，干歹坐车。好啊。我那无想管他。我唔是啊，那早起往山是不是送啥？去找托尼啊，那无嘞。哎，咱这里再出门咯，哦，实在是有够忝的，啊，为着这托尼。哎，安尼讲好啊！嗯，我甲伊警告啊！哎，等阵哦，上好是较有礼貌，较客气，唔通你啊托你上去。哦，我会甲伊当作我的祖宗，安尼拜好不？嗯，安尼唔得着。执行长，高赞呢！哎，执行长，哎，执行长，啊，无啦，恭喜你啊！先拍球安尼咁。啊，好，我会当陪执行长做位拍球啊，是阮的福气呢。我不要拍球。你谁工作？你看看，你看我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这样执行长到啊。紧呢啊，紧呢。他倒沙缸啦。这憨蛮呢。你要倒一支啊？哎，我来。哎，这支就好。好。好好吧，好，我先来啊。等等，你打球哦，那姿势徛无好势，那球讲袂远啦。哦，无呐，执行长，你来给我看。哦，来，你要呐。哦，无代志，只是有淡薄仔疼啦哈。啊，腰疼，嘿，啊是要怎讲球咧？啊，歹势啦，执行长，啊，阮中心吼就是较戆啦，啊，就麻烦你哈，啊，好好甲教哈。哦。
来，你有看球？等我腰骨啊，腰来小鬼，啊手脚滚，手脚滚，来腰滚，腰开滚，来，啊来，那头壳我较快，我较快，来，哎，阿目睭快球，快球，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有啦，大一个讲出来。哎，无啦，执行长，哎，我是刚刚吼，安尼应该是讲袂到球呢。无啦，讲球是我专门的功夫，迄你敢话用我这么教你啦？啊，听着吧，张信，你都要好好学，啊，卖高兴啊，执行长什么呢？ 来，赶快，好，来，要赶快，阿舅要滚，阿舅要滚，来，来，头壳快球，快球，阿你好啊，哦，来，我讲啊，好，来，大家讲出来。啊，这托你哦，是你甲我教，还是是你甲我创的啊？好，我要开始啊，来啊，啊，哎，无啦，执行长，我咧讲哦，啊，这主持人哦。 绝对是要讲袂着球咧啦！你来遐假路咧，我都唔爱讲，我前日你根本学着嘛吼！啊，我这讲我是独创的咧，你若有遐简单，你就讲着啦！啊，你若有啥物，我家己来啊来讲讲讲，来，赶快，要，快，快，快，阿舅叫，阿舅叫，快来来来，执行长，哎，大姐，执行长，这想歹势啦哦！哎，哇，以后还是在是唔够听，我刚刚讲哦，我今日啊应该是无啥事下咧讲球啦，哎，无安尼啊，咱先来讲先例代志好不？啊。 啊！你关起啊！你无一定会紧啊！你教我无闲啊！啊！你话我做家己啊啦！好啦，啊！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执行长啊！啊！啊！那无安尼好啊！你教我，我来学啦！好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啊！赶快！嘿！你要学来？嘿嘿，好好嘿！脚背要开，脚背要开啊！脚脚啊！扭腰摆臀，你知哦？扭腰摆臀，来来来来！啊！手脚滚，手脚滚，啊！你脚脚滚！有啊有啊！来啊，头壳！ 来，阿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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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烦死了！哎呦！可疼了！我听的啦，我想这托你哦，根本就跳过以后无，头过啊，敢那讲什么什么迄姿势吼，那有可能啊？哎，你就是跳过，伊要甲咱创滴诶。你妈安尼想啦，啊伊安尼甲咱创滴，都代表吼，伊甲咱当作是朋友呢。啊，做朋友安尼以后，就搁较有机会咱合作啊。哎呀，水无啊，你讲我看过吼，倒一个朋友会安尼甲家己朋友创滴啦。啊，莫迪卡伊就是一个老顽童啊，啊，真爱甲人创滴，啊，甲伊恶作剧啊。这个鬼哦，我是无得吞论。哎呦，中心啊，啊，为着公司都较忍耐咧。你放心，等托尼上钩吼，咱就会当为伊手头学更加侪钱。伊创滴咱一届，咱就加学一亿，好吧？无啦，托尼这个人吼，无这么简单啦，伊真正无这么好料俩，好不好？哼。我真不信，我张秀英无法度的啦。啊，搁再讲啊，啊，你之前不是讲什么啊？你一定有法度甲说吼。我答应的代志，我就一定会做到到。啊，我就等你看啊。嗯。我是讲，这托尼人到底是咧创啥啊？啊，洗身躯换衫这尼啊久，我就讲，你就跳过伊啦。应该袂啦，啊，伊都身躯较大个啊，啊，而且吼是大人，本来动作都较慢。你这是被害妄想症啊！什么代志哦，拢为歹那边去想。什么我被害妄想症？你是啊！哎，执行长，来，来，来，再客气啊！啊，有在在听啊！这小可代志啦哈！我是吼，因为要伫办公室坐上久啊，啊，以后多来训练就好啊！啊，执行长啊！这是我们的企划案，我们的 BOT 案哦，还周边设备齐全，未来一定进入发展的空间。而且啊，今麦这些土地的定价哦，哇，起啊这样子高，
我是立功吼，即马是录取上好的时机啦。啊，佮有啊，即计划内面啊，啊，讲到即上场的计划啊，啊，佮潜在客户的规划哦，啊，佮有即市场的调查哦，我们公司哦，哦，拢做甲上详细，你先我看一下。啊，等。拄只洗身躯的时吼，啊，朱林子哦，啊，放伊落地啊，也袂记你客气，啊，拄只你讲啥声，听拢听无呢？拄只拍球的时阵，伊敢有挂啥物助听器？我嘛有注意到啊，嘛袂记啊。执行长，啊，虽然讲吼，阮腾讯集团过去无做过建筑业，啊，不过阮公司吼，伫服饰业、纺织业拢是龙头老大，资金是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听人讲腾讯集团哦，去有一个歹查某，啊，资金拢掏空啊呢，还敢够资金通去投资？啊，迄拢是别人咧乌白讲，代志绝对毋是安尼。连刚才有机会吼，我就甲执行长好好解释。啊，虽然讲吼，阮腾讯集团过去无做过建筑业，啊，不过阮公司吼，伫服饰业、纺织业拢是龙头老大，资金是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我听人讲天成集团哦，去有一个歹查某，啊，资金拢掏空啊呢，还敢够资金通去投资？啊，迄拢是别人咧乌白讲，代志绝对毋是安尼。连刚若是有机会吼，我就甲执行长好好解释。吼，啊，你即阵甲讲清楚就好啊咧。啊，就说来话长啦。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啦，我足该听。执行长，我知啊，你的时间吼就宝贵的啦。哦，啊，这款代志吼，我临刚吼，搁找一个机会吼，好好向你解释，好不？啊，不过实在啊，这拢是外口人了讲的啊，所以我是另外讲个，咱先把这经营台吼讲个详细，讲个清楚了，你然后我考虑一下咱这开发案啦。我嘛认为讲吼，哦，咱两间哦，这么大间的这集团啊，就来当合作，嘿，就强强联手，如虎添翼耶。对不？哎，再讲啦，那这计划内面吼，你看这商场的计划啊，啊，跟我这潜在客户的规划啊，还有哦，那这市场的这调查拢做啊真详细。哎，执行长，啊，你看啦，就是你讲到上过无聊，一点仔死恁拢无，无怪人会过去。我讲到上过无聊，计划书内面讲你趁钱方式啊，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执行长，哎，拍手拍手拍手！老伙人哦，较无体力啦。啊，我透早六点嘛是免讲八个甲恁见面啦。执行长，你辛苦啊！哎，所以你即马意思是啊，哎，啊，拄则你讲话，我也听无清楚啊啦。哦，嗯，无要紧啊，我会到过来开，好好说明一下啊。我等下有重要会议要开会吼。哎，执行长。我是真正足有诚意，想要甲你合作，希望你会当给阮这个机会啊。嘿，是啦。那，阿珍妹子哦，那什么都无写。哦，啊，你即摆是毋在想讲我面皮，啊，什么含头都无写心，这是我输你的面皮啊。好，哎，啊，你有什么重要代志哦？你也当书底啊，敲电话我，好，啊，拍手拍手，好。多谢你，执行长。执行长，顺行哟，多谢。哎呀，哎呦，就好哎，总算有机会当正式见面啦。你放心，我改好我，一定好，执行长邓桃跟他合作。我相信你。啊，那讲到要创敌人哦，阿先用白你出嘛？哦，啊，那讲到这对戆人哦，我骗到你戆戆说，伊个以为哦，佮真正有机会想要甲咱一家合作的啦。
英伯啊，这两天辛苦你啊，拢害你遮尔早起。袂啦，我过早起来习惯，今日身体较好个。哎，不过哦，我听到因两人又是真济呢。哦，这对翁仔某做真正开心事呢。因就是欠教事啦，我根本就袂烦恼因，我是较烦恼你。啊，又较好哦。要是不要紧啦，我身体足好个，哎，见到我烦恼你咧。啊，逐天熬夜，哦，身体够好。好啦好啦，知啦吼，讲几千遍啦，我知我知吼。好啊，卖咧嘴唇皮安尼讲讲，来骗我这老伙啊！我变哪敢骗你啦？来，先问英伯啊，啊英国的迄个开发案，你感觉安怎？迄个技术哦，不管好甲歹，我无见证你哦，啊去给投资啦。我知影，因这两个伫业界风评哦，是有够歹的歹。哼，你来看了咧，做伊呐，你心就软啊啦。我唔是软心啦，我只咧想讲，我实在查囡仔，哪会变作即摆呢？时间哦，甲环境哦，会当改变一个人啦。你甲看，张淑英甲你熟，甲你见面呢，啊，当作无熟悉的人，会咧污蔑伊过去咧咁计划呢。所以我嘛是想要污蔑的人，对无？不是安尼尔啦，你要讲，伊改变不是伊面容。啊，佮伊品行个性，我讲哦，你熟悉是阿英啊，唔是咧张淑英呢？好啦，你意思我了解啊，因袂你放心啊，我袂放心。我知影你恨伊啦，有恨才有爱啦。啊，唔过咧，你哦爱佮伊当作无熟悉，你若看到伊哦，你不在乎，那安尼你佮袂受到伊影响啊。好了好了，先别讲这个代志啊！你辛苦，来来来，辛苦，来，哎，天虹，天虹，较紧的啦，阿英啊吼！阿英安怎样？阿英啊，头提药啊，去药房的头家抓到啊啦！是啊，你敢偷提我的药啊？头家是嘞，是嘞啦，阮想要破病，伊无钱看医生，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我好尴尬啦！你偷提药啊，要让你小妹吃，这是阮偷提来药啊，你有病有吃了袂好啦？是嘞啦，我拜托你原谅我啦，我好尴尬，真正唔敢啦，拜托。你去甲警察讲啦。我要回家看一个人趁钱，我要回去警察叫我拜托你。你唔行，你唔行，我拍你死你啊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！我，你是谁啊？你谁鬼啊？你不是马英？你唔像哦，你唔像我正来做人吧？阿英，你讲话，你哪样唔讲话？阿英，你哪样唔插我啦？你是咧生气哦？你咧气啥啦？我哪会袂生气？安琪破病得要死啊！我一点仔办法都无。我去偷摕药啊，高雄发现，让我家己见笑，让阮男朋友戴黄拍。我这呢无路用，我一件代志都做袂好，我现在袂生气。啊，这代志哪会当怪你啦？当然爱怪我，是我家己含慢。我不要趁钱，我无法度予全家伙仔过好日子，都是我家己含慢。我投胎的时阵，目睭无白予金，我才会来这种散食的家庭，逐天过好日子。这个代志，若是无怪我，跟公伯怪天公伯，我敢敢怪伊？我若是怪伊，伊是毋是阁会生气，会处罚我？我拄到更加大的麻烦，我唔敢，我唔敢怪伊，我这种无身份、无地位的人，我敢来当怪我家己。好啦，阿英，你卖哭啦，我相信天公伯，伯永远拢这尔无公平，有一天，伊一定让咱变好，一定会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这种命？既然拄到，嘛敢来当承受啊？啊！不过你唔免惊啦，你唔是一个人，你讲我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
你陪我，你陪我是又搁会当安怎？阮家欠钱，恁家嘛无钱，我跟你做伙只是做伙散食尔，是又搁会当安怎？上无我会当保护你，让你莫用怕。真嘞。卡叔，我连这点梦做袂到，安尼我算啥物查甫人啊？好啦，阿英，莫想遐济啊，咱先来定啦。我要去庙诶求菩萨保庇安琪，我要求香火和安琪食。香火哪会当甲人治病啦？你莫做即款戆代志啦！若是去找别人借钱，了，带安琪看医生啦。借袂着啦，无人敢搁借钱互咱啊啦！阿英，哪会遮尔冲动啊？较冷静诶啦！安琪一直想袂脱，一定要死啊！我哪有可能袂着急？这是上好的办法啦啦！安琪袂有代志，我一定袂让安琪出代志的啦！这世界根本都袂照咱的意思行。阿姨，你较冷静的，我，你只等我，我来面等。拄我才来谈这个过来谈的。头家，阿唔过，不过真正做孙子以后，去救人命的。我咧提钱来买啊！我干嘛要用写的？我保证，以后有钱，我一定还你。今年叫我收成了，我就有钱啊！迄个钱我还你好不？拜托你。你无钱，无钱免讲啦。无啦，头家，我拜托你，我还写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头家，拜托。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我摕着药啊！你已经摕恁小安琪食。你是安怎？你去偷摕药啊？无啦，我想有写的啦。我甲药房头家讲，等今年的稻仔若收成，我才摕钱去行医。遐钱是恁家的生活费，是你要买课本甲参考书的钱呢。哎呦，死到死三顿啦！即摆安琪上重啊，安琪的病若好，你才袂烦恼啦。好啦，好，即摆安琪有药通食，无代志啊。一定就听会着无？只要是为你做的代志，我拢袂听。啊，你咧？为着好家己过好日子，街头外面变作另外一个人，你敢袂听？许忠信啊，死太过贵啊！真正去找安琪，我够袂见笑的啦。这许忠信哦，原本就是袂见笑，这偷吃别人的某啊！哈，你敢知影是安怎啊？兔子不吃窝边草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兔啊，拢是哪吃哪吧。啊，伊若是吃窝边草，内部甲家己窝拢臭毛毛啦。而且柯忠信哦，专门咧吃窝边草，所以几间公司哦，拢会拉臭起来。啊！那真正是安尼，伊敢对安琪出手，啊！那其他个查某囡仔挖过来，伊绝对是照单全收的呢。你到时候公司唔着变作伊个后宫啊？啊！你传出去敢会听死啦？嗯，你这个张淑英，啊，不是外高，你口中是四个加四个吧？哼！哎，啊，这摆安怎？阿伯，你听，过个十分钟，咱就去抓人啊！水啦，我就等你看哦、喔。迄许忠信甲张淑英自相残杀。嗯。哦，家己安琪的米酒杯内面，我所爽嘞。啊，那是等一下吼、喔，两日来是安琪，安尼唔代表我好嘞。啊，偏偏啊，我得等一个臭人，一个小信心。
不要紧，我今仔日吼呐表现好吼，以后无得卡，也可以当吼甲安琪安尼加面照配。纯聊天的。不喏，我的水母比张秀英搁较恐怖呢。啊，万一若互伊知讲我甲安琪吼加面照配，一定吼直接甲我加往生配啦。我还是专心吼抓迄个小星星就好啊。安琪，哟，安琪，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还更小嘛，来，安琪，安琪，来，做老鹰，那是你啊？啊，不是我，是谁啊？哈，哎，你慢慢安尼，啊，拄则你不是讲你最爱看着我？啊！即卖我伫你身躯边，你当慢慢仔看我啊！这是要看你啦，嘿！要看我你，哇！你嘛足无意思的呢，哈！较早吼，你陪我看月亮的时阵吼，你就叫我小甜甜。啊，即卖新人胜旧人啊，你就叫我牛夫人呐、啊。什么小甜甜、牛夫人啊？啊，我讲吼，咱两个囝吼，啊，你感情拢足好诶吼、嗯。啊，咱做老爸吼，安尼吼，咱本来当输赢点无吼，过去安尼，咱即卖来甲聊落去吼，吼，咱个囝看着讲，咱两个做老爸吼，有哪无甲因吼，拢无带高的对啊啦吼。你卖讲什么笑话哦，什么聊落去啊？不然你家己聊啊。耶，亲家来，我亲。今天抓头了你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哎，你这是夸张啊！啊，你这真是你这边干，你这边干假的去呀！你这边干假搞的啊！你来，你是我呀？啊，你这是冲啥文？什么冲啥文啊？过来，你是干搞？哎，奇怪。那遐尼久啊，阁无出来哈、啊？敢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咱今日看卖啊。哦。等我啦。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唔知影起啊！明明就是你个，无你可哦！那你也讲说，明明就是你翁哦！啊，你这真是，你竟然对我那下毒手哩！什么下毒手啊？你两个真正痟个！安琪，这所有一切拢是你安排的对无？唔是我，我真正是去买物件，是讲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！啊，结果拄好伫门口就拄到卢卡斯。这 surprise 啊，够真正有够大吼！卢卡斯是你哦，哼，我就是看袂惯你，你骚扰公司的女职员啦！泰兴集团遐尼个正牌公司哦，叫你某甲吵哦，以后别人会安怎看这间公司啊？我后生面子拢叫你死了了！你到底喜欢怎？阮连影片都拢有啊啦，啊，拢录着啊啦。哎、欸，来啦，来继续做表情，来。阿哥有这相片，吼、哦，这物件若是传出去哦，莫讲是你的面子哦，你偷一个就捡张相片剥皮的。哼、你到底想要安怎啊？想要安怎？当然是看你心意啊。无唔对啦，知影会惊就好啊，以后不准去骚扰安琪啊哦。什么叫做骚扰安琪？我跟安琪两个人哦是你情我愿呢。哈，哎，你用总经理的款式逼安琪呢啊？好意思讲你情我愿哦？
好，我以后袂阁去找安琪啊。嗯，干脆相片还讲影片，给我删掉。啊，我拄则毋是讲过，这删掉这物件会用的啊，啊，就爱看你提出偌济诚意。你阿婆阁真正是小贪啦，哈。好，我会转三万给你，你马上把这物件拢给我删掉。三万？你当作我是客气啊？嗯，嘿，哎呦，亲爱的，小星星，卖过来啊！金鸡的乱拨呀！五万，八万，十万啊！水某的，啊，十万就够啊！好啦，十万啦，啥意思咧？笑啦！十万水给他转过来哦。嗯，账号在家。好啊，掉马上要删掉。嗯，删掉就删掉啊，看你想要偷。我敢做，我讲影片。哦，别这哦，啊，规副拢给你，看你要哪删，叫你去删。哎，我看到家己吼，拢真啊像掠土啊，有影足恐怖的。哎，阿爸妈，啊，你斗三工拢顺刷卡油。看你要哪选，叫你去选。哎，我看到家己吼，拢真啊像掠土啊，有影足恐怖的。哎，阿拉爸妈，啊，你斗三工拢顺刷卡油哦。嗯，阿的，哎，你看哦，像这款的卡式，我跟你讲吼，我安尼足拼命咧在练汤单吼，安尼叫你因厝难烧啊，干了十班尔呢，啊，你足无胆的。徐老师，紧离开哦，也若无我甲早水果啊。恁拢甲我弄去啊，尤其是你，卢卡斯。小星星，哎呦，我今晚别记的吼，咱这世人吼一头一摆呢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欢迎下次再预约啦，谢谢光临，下次再来。想袂到主持正义哦，搁会当赚买菜的钱诶，真正是蒙拉干洗裤一减二个。阿妈，你真正是哦。阿伯、阿姨、Lucas， 白霞恁搞到三工，我想总经理叫我去等一段时间，有阴影啊。嗯，安琪啊，伊若敢过来找你哦，甲你骚扰，你马上甲阮通知，阮绝对替你主持公道。嗯。今嘛，你会当好啊休困啊，安尼，阮就先来啊。嗯，多谢你。来，水果来。来，许忠信，你绝对想袂到，我阁有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。正经，你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啊！我唔知影去找我迄个老大人是啥，啊，不过我咧想，应该是你派伊去找我。对你，我无错。你有过做出错误的判断，甲决定啊？看家顶边的失败，对你来讲还阁无够痛。我知影你已经有调查我的过去，无唔对，我做过林大伟的小三，阁因为伊有心，把囡仔摕掉。啊，不过我一点仔拢未后悔，我付出的真心，
我只是爱唔对人尔。梁小姐，你是毋是小说看伤侪，真正将家己当作是内面的女主角啊？你应该真清楚，这世间的感情，拢是一场交易。查甫人用钱买查甫人的青春，查甫人用伊的身体换伊想要得到的物件，这才是现实的社会。也是讲，你只是把对泽凯的感情当作是咧办公会啊，所以你唔免顾虑恁两个人身份背景的差别，非得着只是办公会啊。我唔是。我是真正真心喜欢泽凯，泽凯对我嘛是真心的。真心，这两个字听起来真好听，可惜对你这款查某的嘴讲出来，我感觉真假。你敢不知道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是在什么物件？不知道。是你娘家所有的人对此事到今嘛所做的每一个代志，这个代志你应该无什么好做，该知影。你在搞我威胁？别搞我当作敌人，我只是把事实讲出来，让你知影你行唔对路啊！你俩准讲对着泽凯，就当你欲上流社会过好日子，啊！不过你敢有想过，灰姑娘就准讲伊做了王妃？也无得改变伊的背景。莫讲泽凯，伊无要紧，你捌做过别人的小三，佮有堕胎记录。领导的人，自杀的自杀，坐牢的坐牢。你佮泽凯若继续交往，死到要见双方家长的时阵，你要安怎甲对方的家长介绍你的家庭？尤小姐，别少想无属于自己的物件，因为你无够格。丁先生，请你放较尊重的，阮家的代志，跟我甲泽凯交往一点仔关系拢无，请你别把你对我的偏见拿来侮辱阮家的人。好，那呢，咱就事论事。我讲阿济，只是想要提醒伊，这个世间只有懵懂糊涂的感情才有机会走到最后。假使讲今仔日你恋爱的对象是一个普通人，安尼我会真心祝福你。啊，不过阮泽凯家世背景就差伊遐，我真清楚，将来伊要娶的某，是在你心里拢甲因家差不多的千金小姐，唔是你这款善解人。我劝你。还是两家家分开，安尼对你对伊才是好事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你放心，我唔是迄款为着钱就会当出轨感情的查某人。我已经甲泽凯分手啊，啊，不过唔是因为你甲我威胁，是因为我是真心。就介意泽凯，我希望伊会当找到比我搁较好、搁较适合伊的查某囡仔。小葵，我家己有面子通我落台，卡免以后受到搁较大的侮辱，这是你的福气。我真正是无呢，参像泽凯这么单纯善良的人，伊身躯边哪会有你这种心机这么重的哥哥？每个玫瑰若是无起来保护家己。早就绝症了，杨小姐，你嘛是有社会历练的人，哪会这么简单的道理拢想无？小姐哦，
对左凯哦，一直动感情呢。咱安尼对伊哦，是毋是伤过无情啊？哎呀，亲像伊这种哦，暗看过去，想要调进归去，嫁入豪门的小囡仔，咱免甲伊同情啦。好伊，唔过哦，你刚才对小姐无遐尼冷酷呢。啊，左凯袂输我家己亲小弟同款，我要保护伊，我袂当让伊受到一摆伤害。咁则是安尼，我的感觉哦，你敢对杨小姐发泄，你心内万分呢？啊，惠弟，伊甲这个已经分手啊，咱无就达成就好啊。我就不相信我今天这招捞不到高三的，我很怕不哪能抓住男人的眼球，可以抓住男人的胃，最后可以抓住男人的腿，让他一拄到我就永远走不去。金胖 你是怎样啊？啊！你明明就规掌好好，你怎啊要骗我？你巴肚疼啊？啊！我拄就足疼的啊！啊，然后就袂疼啊，即马佫开始疼。啊，无你到底是会疼还是袂疼？啊，就是有当时会疼，有当时袂疼。啊，趁我即马袂疼的时阵吼，咱来啉一煲汤羹。啊，你这样转太硬了吧？哦，等一下还有更硬的，来，加好你坐坐大位哈。加坐。一颗可以当转去啊。哦，我。我们大人哦，要讲家来事，囡仔人哦，无方便听。无喏，那会当叫一口人哦，先走。我已经惯性哦，为伊伫我的身躯边，甲我做伴啦，哈。你当作你是国中女学生哦，啊去到倒位拢爱甲闺蜜黏条条。一口诶，你即卖已经转去啊，明仔透早哦，再来叫恁大。无稍等咧。啉煲汤是安那爱啉到明仔透早，对啊。$1。哎呦，我算到三。多多，我先过时啊。哎，你不准走。三。啊，不，快！你完蛋！哎呦，这你惊什么冲啥啦？啊，咱真不简单，一家三口才会当做伙好好食饭。你讲恁心机作我。啊！若敢若是要食饭，你就好好啊讲嘛。啊，那就骗我讲你巴肚疼，啊，我叫一口先走。啊，人就无想要有人甲咱交流啊，你伤济啦。你看，人伫这哦，烧酒鸡，啊，足香的呢。你鼻看麦，啊，是毋是吼？鼻到了后，就予人食欲大开。是真香啦，哈！真香啊！啊，不过酒敢若掺了有较重呢，啊！袂啦，这安尼哪有算重啦？啊，佮有灭火器。怪怪呢，敢袂伤严肃？袂啦，啊是倒位严肃啊！
这哦是咱的烛光晚餐呢，你想看麦？咱的囡仔拢有啊，对不？啊，咱煞无好好啊，食一顿啊烛光晚餐呢。啊，所以哦，我专工啊邀请你过来，小公哦，享受一下咱的两人世界呢啦。来，啊，既然是两人世界，当然嘛是要啉点白酒啊，来。好。拍摄，我想讲吼，迄垃圾拆起来，这应该是你拜地基主啊，无就拜公妈，当然是爱献酒啊。哦，你真正够爽的呢！人用我这么罗曼蒂克的诶烛光晚餐，啊，你竟然搞我拜上迄拜地基主，你安尼不行哦，你安尼需要好好调教一下哦。我，嗯哼，你安尼会感冒呢？学医，高山同学上课喽！上课。嗯，高山同学，啊，你这汤哦，弄莫被啉，这样子是不行的哟。老师跟你说的话，你就要听，知不知道啊？啊，如果这汤没有喝光光的话呢？老师就会打个屁啊！这猪头，我忍了。可不可以喝进去一下下就好？不可以，要全部喝光光。好大一碗呢！同学这样子一口气喝光光哦，这样老师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奖励啊。什么奖励？就是可以用这个。用这个？嗯。啊，用这个干嘛？当然是打喽。真的要打？真的要打？哦，嗯，太小力了，没有感觉。太小力？嗯，还要更大力啊？对，更大力，最大力的那一种。最大力的那一种。strong 对吧？哪能哦？你得要表现给老师看麦呀、啊！我是要表现上面给老师看麦。啊，当然嘛是你体育方面的表现呐、啊。哎，你仰卧起坐当这个月啊？妈这哦，不是我的操的妈呀！我是吼、哦、陆军海战队呢。陆军海战队，我们是海军陆战队吗？敢若我迄体只有啊，我甲你讲，我
敢用两支枕头啊，就发了做伏地挺身。真是的哦！我做给你看。好。嘿，嘿，呼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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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！高山同学，你好棒棒哦！啊，那你一定有腹肌对吧？哼，别人是八块腹肌，我是腹肌鱼肠。我讲，我拢练到归完的啦。啊，人家不相信，啊，除非你给我看。啊，你要看？嗯。嗯，要你才看。啊。当然嘛，是老师带你去保健室看。啊。啊，哎，高山同学，高山同学，啊，这什么镜头啊？竟然把我困去，啊，我穿到这么性感，看那什么老师的游戏，啊，你竟然给我，你给我起来啦，高山起来，起来，哎，他，你那里是在偷啥？下课来啊！小辣椒老师，哎，小辣椒，姐啊，你哪会来啦？我看到一口徛伫外口，我就感觉足奇怪啊！啊你，哦，你今麦到底是咧搬倒一村哈？我就伫拜地基主啦。哈？对啊对啊。拜地基主啦！什么的拜地基主？啊，恁明明就真歹！你巴肚内面有一口的囡仔呢，你内当叫一口伫咧外口，啊，你穿甲那个高山店伫咧内面哈？还阁有你啦！你这口哪安尼哈？人叫你出去，你就乖乖啊出去，让恁大个甲真歹单独伫咧内面哈？我都你哦、喔、你哦、喔、你真正是笨手啦！迄真歹是你细汉的女朋友呢？你敢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戏啊？啊，一两次没关系啦。什么没关系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讲啊，金胖嘛不是阮某嘛，所以讲伊嘛不算讲是阮大的朋友妻啊。我知道你会惊恁大的，啊，不过嘛袂瘾因为安尼，都让恁大的甲金胖乌白来啊。你是甲金胖当作什么哈？啊，还有你，就算讲你甲一口的不是认亲的。你嘛袂当安尼无爱惜你家己啊！啊，阮两个讨论一挂教育的问题啦，笑会出来。这，你要甲伊上去开房间哈？啊，这是我甲大个要去的啊！我要去讨论一挂社会事，啊，伫咧外口不方便啦。卖个阿娃啦！我今嘛真正无想要知恁咧创啥，我今嘛我算是你的姐啊，我绝对袂当看你安尼乌白来啦。明仔载你著甲一块去公证。要公证？我无爱啦，我唔爱结婚啦。欸，你今嘛腹肚内面有囡仔呢，你要做妈妈哦，袂当像较早共款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啊，不过我讲你爱结婚。至少囡仔生下来哦，有爸母的名啦。安尼讲就对啦吼，啊，明个讲囡仔出世爱登记父不详，亲像美女安尼哦。好啊，就安尼决定，明仔透早我就陪恁两个做伙去公证。啊。吼，穿甲呢，啊这衫内遐尼细领啦，你我拢溜袂去。妈，你的，哎，你等啊！哎，王立德，明仔载哦，恁金胖阿姨还佫有一科要去户政事务所，要去公证结婚呐。啊，咱两个哦，就做伙来去做见证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阿姨，你要结婚了哦，这是喜事呢。你哪个几颗修成正果，妈妈想着有宝宝啊，我就给你。啊，不过我都无想要结婚啊。
是啊，我家己会当甲囡仔饲养大汉，啊，结婚根本就无啥物意义嘛。你若安尼哈，就算你无替你家己想，你嘛爱替囡仔想哦。爱互囡仔伫一个完整的家庭大汉，咱毋才对。你连这都做袂到，你是要怎做人妈妈？哎，无共款啊！啊，你无听人爱讲哦，啊，相爱容易相处难啊。啊，我家一口哦是无细腻才有宝宝的，啊嘛无一定爱勉强家己甲伊做伙嘛。而且哦，嘿，结婚了要离婚就麻烦的呢。哎呦，其实我嘛无想要逼你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真正感觉迄个高三怪怪呢。哎，你有新的代志比一口搁较要紧啊。所以哦，我都在怀疑。你怀疑啥？我怀疑是一个变态。你想看麦啊？你无对象的时阵哦，伊对你无兴趣。啊，即卖你甲一块做伙啊，伊雄雄咧介意你呢。吼、哦，高三才这变态呢，无怪当初就离婚嘛。是啊，我感觉哦，伊就是哦对人的无有兴趣啦。啊，你甲一块无结婚，伊对你安怎哦？迄一块的无依法啦。啊，你两个赶紧去结婚。啊，等下你两个做阿婆以后，伊若搁敢出手哦，一块就会当过伊啊。是啊，啊！你对高三的误会真正足深的呢。哎呀，非得咯，恁两个哦，赶紧去甲分结结嘞。等你做阿婆以后，伊若敢搁对你安怎哦，我嘛会替你处理，我会甲伊告好死。了解我的心声。